梦想吧。因为宝宝跟弟弟也是挖了一天，所以有这个梦想。如果真的战争发生的话，然后家人在自己眼前，如果发生什么事情，自己没有能力保护好的话，是让我自己感觉最没办法接受自己的事情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全然想要把自己的家人好好的保护好。年纪长大呀！想要挑战自己。小时候看哥哥在海军陆战队服役的时候，有听哥哥讲过，那个要当军人，要做就做最厉害的。